晚上公時1:14。即我估個千滅，即係1:10嗰個千滅咧輸，即係因為要怪自己，因為成日拖時間，跟住又唔知咩禁止喎，即死咗之後重新又即刻禁止，因為之前都係咁樣，而之前我鋪冇嘅。即係我即係又唔知點解無啦啦禁止，即係一次一自殺重新又即刻禁止。我覺得呢個 TIF How to Baby Yourself 好醒嘅呢個人，即係唔會玩 hardcore server 喎。喂，死唔見我 hardcore server， 真係唔見嘅。係，即係。去年啊，9月3日我就踩單車，踩喺大堂，跟住踩到下晝2-4點先翻嚟。即係嗰陣咧，即係我就好嬲喎，點解？即係嗰陣我踩到去樂明西站，即係對開下面嗰條路嘅，即係見到個推 B B 車阿媽。我嗰時為咗想避佢咧，唔覺意咧。即係穿過一條好好窄嘅路，即係嗰度係電線柱，我就無啦啦撞到，跟住撞咗飛嘅成個，跟住就痛嘅。於是就點解呢個推住 V 車阿媽點解要行單車勁，又唔行人路？我翻嚟咧損手還腳嘅基本上，跟住翻嚟就食咗街記飯。係。今天呢就真係走去買書啦，即係買埋嗰4本，跟住有一本仍然都未有貨嘅，即係第9咩高中通識公共衞生2016年第3版，佢話等到10月先有貨喎，哇點解啊？咁唔通我聽日帶曬書翻去又話點解冇貨？我咁即係我嗰本書一定要10月先可以先會有貨，即係我嗰本書要10月先可以買。哇！咁即係嗰本下學期嘅，算啦下學期。我傻嘅，10月先有貨。咁如果即係通識堂嗰陣時就問我點解？問我一定要用下集書先，既然即係先要上層。係，即係我喺另一本書3段度買嘅。即嗰個咩高中個數學必修科咧，第2版啊課程數學必修，哇嗰啲題目真係難到不得了，要問嗰啲咩圓線角嗰啲，即係圖形嗰啲面嗰啲半徑啊 ，beta 又喂呢啲正正係我最憎嘅嗰啲題目嚟嘅，即係起碼死得人啊下學期，嗰啲題目我唔識嘅，真係唔識嘅真係慘啊！問呢啲我又唔識嘅教學方。現在 KFC 早餐，即係呢個馬蛙就移動路緩慢，即係改畫三毛機會率較低，但係因為受到佢下層氣流同埋即係空氣污染較差，因為好熱啊，我整啲書翻嚟。係，即係話呢個
畫面就不可以再見面，即係你又西跌啦白卡，即係呢個白卡由1月2號開始嘅16年，但係咧之後咧就冇機會再見到七卡啦，因為佢因為改咗，即係要改到全部28格先要全部白卡，啲預計日後都唔會再見到七卡啦。即係而家仲有幾格未改，就係仲有幾格七卡。第二咧，七卡仲唔可以見到，已經全部可能咧之後全部真係全部變曬白卡，你又再見唔到七卡車，即係永遠都再聽唔到往屯門往紅磡嘅七卡列車直接到達。之後就會聽到呢個往紅磡屯門嘅白卡列車，聽唔到七卡嘅七卡就永遠都改為白卡，永遠就冇曬七卡啦。你會覺得有啲唔捨得嘅，永遠呢個畫面永遠都唔會再出現。想影就一定快啲影，快啲影七卡。即係聽日要話帶曬啲書翻嚟，或攞命帶曬啲書翻嚟，重喎。唔知應該帶曬書翻嚟，傻嘅。即係北韓有話地震，5.幾嗰度4.幾嗰地震，即係係咪同核試有關？呢個信標喺度，就攞唔翻個信標。跟住德州啊，即係你話受呢個颶風哈維吹襲，即係呢個颶風咧係最強嘅颶風嚟，即係繼連卡頓尼娜之後，第二個颶風哈維吹襲，即係呢個幾破壞幾大，好多水浸，有100萬人流離失所，即係100萬人冇屋企翻啊，因為水浸啊嘛，浸埋曬屋企啲嘢。但我想問一下，即係呢次颱颶風啲威力，我想問點解即係颱風天鴿吹襲之後，點解啲樹仍然都未清理？即係已經十幾日咯，即係我仍然見到河邊嘢見有幾棵冧樹喺度，但係仲未人清理啫，淨係啲人都唔理，點解啊？咁咪阻住曬單車路喎，但係嗰啲樹都冧咗喺單車嗰啲旁邊，我頭先搭即係搭出去 P 去光明嗰陣時，即係喺天耀輕鐵站咧，見到一個阿伯攣一潭攣落去嗰個路軌嗰度，我亦都見到有一個人啊，即係撐住大塊個外賣喺唐坊村站落車，即係嗰個大塊係喺天耀嗰度買。點解喺天耀買？點解要喺咁遠買？跟住買早餐，跟住翻嚟食嘅。仲要咁遠啊！喺天耀嗰度買嘅，天耀嘅大塊噶嘛，仲要走咁遠買。我係咪見到佢喺嗰度落車，喺呢個唐坊村站落車？即係呢個中環，即係呢個海濱長廊嘅摩天輪就已經停用，即係佢話一定要喺10月31號之前要拆卸。
但即如果你想租呢、這個摩，即你想去呢個摩條玩，即係個費用比較貴。我去年踩單車即係見到一個城巴咧，即係行錯路，即係佢行咗山道咧，後屘佢要騰翻車渡河翻去。行錯路啊！佢即係佢行錯山路。